你更尽心起来好无？哎呀，阿姐即卖已经平安无代志啊，嘛无生命危险啊。你即卖唔通安尼都倒落去啊？林姐哪知啊？你为安尼付出，伊的性格一定讨会开的。是噶，咱大家同你恁无怨无恨，平平安安好好来过日子。哎呀，一定要勇敢坚强的活落去，唔通让阮大家心肝内留一点啊遗憾，吼。妈，你有听到无？你有听到无？歹势，我替你做一下检查。多谢。嘿。今晚阿伯脱离危险，这两天哦，咱都要特别来注意哈。爸，你先别烦恼啦，我相信妈一定要平安度过危险的。拄好问过医生，医生讲阿姐妈妈应该清醒啊，恁是不是过来看一下？小等下，伫爱家妈妈面头前啊，千万唔通讲爱我妈妈即卖情形，可免真该伊烦恼哦。爸是的，我即卖心情真乱，我惊等下我若看到爱家妈妈，会忍袂住要哭出来。我哩生气啊，我去外口解解。正南，正南。随时拢来准备来急救。对了吧？拄只妈亲戚都关心俊贤，所以我不得已，都甲阿华伊观光的代志讲出来啊。这样好啦，惠弟即摆手术已经完成啊。需要个温暖。
你明知爱华的身体不能动手术的。妈，你别怪爸啦，这是爱华妈妈坚持要安尼做的。伊知影阵的要观光你了后，就家己偷偷把药啊停落来，逐工拢爱忍受头壳疼的痛苦呢。伊安尼做，就是为着要维持肝机能的正常啊。我知影了后，毛甲苦劝啊，啊，不过伊根本拢听袂入去，伊是毋是去用性命威胁阮呢？就尊重是安尼，你嘛应该甲我讲。我是董事长，我嘛有权利做决定。你若是大叔大爷，就安尼去做。爱姐，爱华也安尼做，我是想要弥补你啦。不需要，妈妈妈，你别激动了。爱华阿姨嘛有讲，伊是除了要弥补对你的亏欠，伊嘛是因为唔敢出现去冒这个危险。上界重要的是你甲伊是同一个爸母生，所有的人内面，无一个人比伊较小。伊安尼做，得到我的心内搁较艰苦。伊无顾伊的性命，管我好我。那安尼，我是不是就要加这30年的痛苦一笔勾销？这个带领阮姊妹的感情，去甲伊回事嘞？我心内并无安尼想啦，伊肯定是想要做伊应该做的代志啦。即摆伊应该安尼做，啊我诶，我应该安怎做？做啥？有嘛嘞？够要紧。放心啦，伊即马真好。所以你迄个某，即马伫个眠床边偷工啦。哎，啊，听讲你迄个亲生妈妈即马要死了，心内真危险。你到底想讲啥？我要讲恁母仔囝真正有够厉害，真正是高招诶。这么赞的考虑过，嘛恁这口罩才想会出来，哦，确实厉害。你是咧胡白讲啥？莫假啊，过假就无成啊。规日恁妈原本就有脑瘤，过活嘛无偌久啊，就利用伊最后的假代观光给阮妈。表面上是姊妹啊情深，想要给阮妈感动，才叫心仪把财产吐一寡出来。亲像你心机这样尔重的，才有这款卑鄙的想法。到即马阁死硬个，嘴皮唔承认，吼！正情甲家己哦，讲到袂输是孝子感动天呢，啊！当胸坎挂保证，阁要关关扶阮妈，结果呢，利用家己的亲生妈妈去搬这出戏，你拢袂感觉见笑？你是知影啥？迄是阮妈坚持要安尼做的。伊坚持，你敢唔知伊身体状况？动这么大的手术呢，随时拢有性命危险，你敢无清楚？就算你无法度加速度，嘛应该医生讲啊。是安怎叫伊冒着性命危险？你着想讲，就算伊倒伫个手术台死去，嘛会让阮妈感动。然后，你着会享受伊牺牲性命，
老来荣华富贵。哼，这种好主哦，真正是百年哦，才有通拄到一个啦。苏焕丽，阮妈为要动手术，忍受这么大的痛苦，你生活已经真艰苦，你搁直接拍哪了？拍哪了的人是你，目睭紧紧看着家己的亲生老母去丧死，搁会用这么冷静坐伫个遮，实在有够勇，真正无天良。刘振恒，我看你根本是计想转受气啊！我跟你讲，今仔日也不是阮两个妈妈带伊，我绝对袂放你煞。看你要安怎，我随时拢奉陪。你莫跟我来佚佗，我知影你心肝在想啥，我直接跟你讲个清楚。我至少是性命，是亲情，有家一家人我都袂退。我讲妈妈，将来就莫希望爱只妈妈会有啥物回报。阮是做阮应该做的代志，就算讲因为安尼，爱将妈妈分财产给我，我嘛讲我袂退。安尼你有听清楚无？希望你讲话算话啊！甲你这款人做亲情，实在是阮应该背。既然你目的已经达成啊，来你就好好照顾阮大姐，好好养阮妈。阿达无，人在做天在看，你早晚一定有报应的。做咧运动咧，真好。唔敢甲我收钱啊，唔爱甲我抢吼，你甲我好啦。哎，欢迎光临大姐。哎，欢迎光临，来。是我啦，哦，你来头家班哦。欢迎光临，拍到这么大声。哎，你是阿妈未啊？就是要邀请才来。来，小姐小姐，我来传哈。啊，是要特餐，还是一种简餐就好啊？哈。简餐就好啊。大姐，你帮我包一个便当，我不要身体吃。哦，好。嗯。啊，啥？妈。不对啦。嗯。我怎啊，地粉还袂吃？嗯。哎呦，到这阵了，我还袂吃中道啊！等下你起来，卖坐啊！等下你吃饱才回去哦。啊，地粉巴肚来，囡仔要来看一下。丽华，直接包两个便当就好啊，哈。哎呦妈，等深夜十一点，不是个点心吗？大姐，我问你一下。你。啊，你实在是啊！好啊，来啊啦！你两个人安尼哦，哇，干安尼，来，来，这是啥？哦，等你哦，我再包便当，安尼唔则袂冷气。哦，好，哇，大姐，嗯，这看起真好食嘞。嗯，中餐办的哦。哎，变啦！你那是不爱说都不爱吃，我加一个便当。哦，好啦，吃饭饱则算。别当无事哦。知啦。你哦，甲自己的大姐哪有这么计较？啊，无等下你回去的时阵哦，我再开一张收据，和你回去哦请款，安尼好不？嗯，免啦，三姐刚收发票，我想要开又嘛无用诶。诶，文杰啦，啊你哪会安尼讲啊？迄家己的公司哦，若无较严格的哦，免来趁钱啦。只要你若认真走业务哦，该给你的奖金，你三姐绝对会给你的啦，你放心啦。我知啦，诶，爸妈。我真正哦，真佩服三姐个三姐夫呢。三姐无领薪水，佫会当哦做甲遐认真，佮有三姐夫啊，透早起去办公室，脚上拖皮坐烧，都去扫业务哦。我真正是够拼的。哎呀，
丽芬为着吼要建房创业，唔再去甲银行贷款，啊，伊当然希望讲吼事业会用个紧做起来，啊，贷款吼还好清，死狗都无压力啊。嗯，丽芬是有建房咧甲斗分担呢，啊，你是家己一个伫咧拼。我甲你讲啦，我甲恁爸爸吼是伫倒较烦恼呢。妈，我感觉我即摆真好呢，你甲看，我即摆有固定的薪水，对不？啊，搁有你啊、爸啊，甲我斗顾店啊，我感觉就满足。阿弟，唔见，你常常伫咧外口吼，拍拍照啊，安尼你时间吼爱来带一个加宣传一挂。好，我即摆吼有优惠哦，买十个便当哦，都送一个，安尼就会好个呢。好啊，等下哦，我摕一个名片啊，我去外口替你宣传。啊，对对，迄灵魂甲三宝因公司上适合，啊，甲你厝里的猪脚哦，因烹饪节嘛应该啊。对啊，哎，长期订购，啊，佫有优惠。哇，哎，大姐，你做生意撇步佫真济嘛？哎，总是爱动一下脑筋啊，啊，若无哦，是要安怎趁钱？啊，佫再讲啦，我嘛是想讲哦，囡仔贷款还佫清，安尼死到哦，我应该带萱萱出国去行行的啊。为着这间店哦，萱萱已经放弃去游学啊。啊，我这个做妈妈的，那是无违反伊个宝贝仔查某囝，搁较骨力一下，安尼是要安怎哈？安尼得好好加油哦。嗯，你嘛赶快来加油，但哦，袂用搁予爸妈替咱伫烦恼啊。嗯，来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打勾勾。打勾勾。我给你等。哎呀！哎呦，啊，你到底生啊？囡仔，你生的出头咧，紧吃啦，吃饭莫配话啦。丽芬咧，等你提便当等我吃啦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快点，那唔拢变去啊？不变，要烧啊。好好，好吃好。好吃嘞，然后够飘。嗯。我知，我知，你唔是迄款人。啊，不过我不是公司的负责人，你搁好好考虑一下好不好？歹势啦，我明早给你通知。拜拜。三姐，来来来，这便当我收收，太少给你吃，来。今日便当我未报公账，算是我请我卫生阿姐，你先吃完哦。二姐个性你也不是唔知影。我若是无替伊把公司的保险箱顾好哦，死狗等伊回来，我毋是去互骂到臭头。我也无讲啥，囡仔姐，皮大海猪脚真正袂歹食呢，无怪加盟店生意遐尼好啊。爸甲妈在斗相共哦，做个嘴笑目笑，想袂到搭一个开间店哦，毋但解决家己经济问题，嘛互爸甲妈找个生活重心，真正是一箭未顾啊。哎，食饭皇帝大，有啥物代志哦，食饭再讲。嗯。三姐，你有心事哦？啊，就头拄只一个厂商的头家打电话来甲我拜托，讲伊机票还袂到期，有急用，想要先弄入去啊。啊，伊的信用安怎？袂歹啊，而且我有听建宏讲，之前咱公司有困难的时阵哦，伊嘛真甲咱斗三工，机票到期拢无弄入去，伊有诚意要甲咱长期合作的。一人一口，一人一道。那是我做头家，我连考都免考虑，直接给一个方便就解决啦。你咧顾罗二姐对无？自从食过江丹的亏以后，二姐对钱就足细腻的，还未到期的机票，伊根本都无可能提早付款啊。万一若是让伊知影，这金额敢真大？五十万尔。切，我确实是五百万的，五十万无要紧啊。只要咱公司现金，咱周转会过来，你就会方便嘛。啊，咱公司遐尼大间，又加加多五十万哦，公司会有笑死人。啊，我唔是公司的主管啊，我无权利替二姐答应人啊。啊，不过若是拒绝，我阁惊影响到未来合作。唉，你想想济啊，即摆公司的财务是你负责的，只要你认为对，你就放心大胆甲做落去。只要对起家己良心，莫让公司了钱就好啊。啊，那二姐哦，敢那过因两个大家都只要讨两两多啊，你莫过去烦伊啊啦。无定着等伊回转公司，机票早就到期啊，根本无人会知影啊。安尼敢好？当然嘛好，即摆有情有义的生意人已经真少啊，已经打电话给伊，去甲机票拢入去。
无定着，咱若想为这50万周转袂过来，你的心头一定袂得过。进去看啦。准的，我伫你边啊！我拜托你，目睭紧睁开，予我知影你无代志好无？妈，我足烦恼你的，你知影？妈，妈，妈，准在咧叫你无，妈，妈，准在，妈真是啦，妈，妈我是准在，我是准在妈，像妈妈手术成功啊，已经真相啊。爱将妈妈在等你，妈。你知影，是你关我好，伊讲个真意外，我真欢喜。爱将妈妈在等你，一定要赶紧好起来。你为着要救伊，拢无顾虑家己的性命，伊袂甲你计较。时间到，麻烦请你离开病房。妈，你一定要赶紧好起来。爱将妈妈搁在等你叫伊一声姐。真无简单的修炼，
我阁想要继续做伊的后事。我求你，你一定要让伊活落去，你一定要继续让伊活落去。好啦好啦，整理好就送过啊啦。把我当作你的小妹哦、喔，念咪咪安尼，念咪咪安尼。你一个人坐这啊，碎碎念念怎啦？啊，一块店家，你咧看看个代志哦，你若无想要插哦，不要紧，放下，我来处理。哎，啊，即摆哦，小铺你咧管，啊，小门店佫不爱我看，啊，你是准备要把我当作姨娘就对啊。我是咧甲你关心哦。对不起，你娘哦，是李佩珊啦，你莫家己哦，母家一乱全家啊，全家我你一个啦。唔啦，李佩珊啦，起码哦，佫加一个高公银呢。啊，电话卡啦，佮当作伊的小妹呢。除我讲哦，爱甲伊加盟店的资料送过互看啊。啊，佮讲哦，甚物逐个月拢爱看报表啦，当作家己大头家。哼，叫伊去得卡蛋啊，什么东西？是你家己哦，要给人一半的股权的啦，人本来就有这个权利。哎，啊，伊是要啥哈？猪脚是咱的肉，血咱的出的啦。伊刚才咧敲一通电话，就想要做大头家哦，免少想啦，叫伊哦去关起门道看有迄个命无。迄个高公爷今仔日做头家吼，拢是你弟弟啦，就算讲你更加咱唔甘愿哦。嘛，袂赴啊！有，我知影这件代志哦，是我掠出来啦。也毋过我嘛是受害者呢。而且哦，我愈想愈奇怪呢。我咧怀疑讲这件代志哦，无遐尼单纯啦。啊，无得卡真正是迄李佩珊甲高公英斗空客甲我怪啦。就算讲是因两个人斗空的，是阁安怎啊？若毋是你小贪哦，迄落地哦，嘛袂去怪甲空空空啦。老我知影哦，真正是高公爷去斗空的哦，我绝对叫伊加倍害我啦。加倍，你遐呛声无人听啦，袂输狗在赔火车咧。我要叫门店先走卡啦，较免看到迄高议员啊来找我麻烦。哎，等下啦，等下啦。讲什么代志啦？啊，即卖哦，逐项物件拢在起啊，啊，你看，超电钱涨嘛起啊，啊，咱咧叫门店的成本吼是愈来愈悬啦。咱逐工哦安尼做啊，忝啊要死，赚的才一丝丝啊尔。而且即卖我阁加一人来分，安尼算袂好啦。你阁想要创啥啦？提高加盟金啊！你敢不知影即卖外口景气有偌歹？啊！最近来探听加盟店的人哦，减几落声，人听到200万加盟金哦，拢在遐海头，阁想要起价。拜托个哦，你莫阁在遐乌白母啦，啊无爸早晚甲店户也收倒转去啊！哎呦，伊嘴讲讲啊，咧甲你拍生惊啦，拍什么？好啦，就算讲哦，爸真正心肝这么凶哦，要甲店铺收回去，啊，搁有妈啊，妈敢目睭紧紧看咱拍落去哦，你妈咧烦恼起来等好无？你若搁敢闭鬼闭怪吼，莫讲爸要甲加盟店收回去，我嘛袂放你耍，唔是你才试看卖咧。那是连建明都不爱听话。我伫咧皮夹就客无位来坐啊，袂用诶！我一定爱甲建明先按耐好，互伊乖乖听话，才有机会翻身。顶届宣传活动本来真成功啊，我看后个月会当办一届，我就联络其他诶厂商做会到落咧。好，啊若无，我请食饭，先煞甲伊请教一下。嗯，等你决定哦。好，拜拜。哎，大姐。
闹莹来了。小姐，小姐。我想讲吼，出来办点代志啦，谁位家来？李芳嘞哈，应该在厝的啦。最近二姐夫因到哦，就这代志。二姐，啊你找二姐有甚代志？二姐，我就想讲我迄老婆吼，要嫁因公司报啦。大姐，你今麦无投保哦？是啊，啊自从浪费吼石头落了，啊老婆吼就挺起来啊。啊不过我有去查啦。啊，是讲哦，若是投保超过15年，啊，满55岁时阵哦，就用个领迄啥物哦，劳保老年给付啊。而且哦，为明年1月开始吼，就用个用月退方式去领，比你安尼做一届领起来吼，佫较会好。而且我若是超过60岁，佫继续伫咧做，较慢几年领。安尼哦，以后每个月吼上济哦，应该加领20%呢。所以啊，我才想讲要来问雷锋啦，啊，看我的劳保吼，敢明个挂伫个公司继续报。大姐，这小可代志尔，那都揣二姐啊。你甲主要提予三姐，过生日替伊办就好啊。大姐。大姐。我拄仔听文哥讲，要叫雷锋甲你办，还是办啥？啊，着大姐劳保，想要嫁伫恁公司啊。啊，你要甲大姐办哦？是啊。你要用公司的名甲大姐办劳保，马上来甲我讲一声。大姐，啊，你要叫阮公司甲你加保，啊，拿来保险的钱是啥物啦吧？我啦吧。啊，就算你要啦，我嘛无可能做犯法的代志啊。法律上有规定。劳保是袂用挂伫别人公司加保的，你有到位做，伊到位加保啊。而且你即摆毋是开始经营加盟店啊，你应该去申请劳保，互你员工有保障才对。二姐，你若无想要斗三工，你就直接讲，免搬法律出来压大姐。人大姐要开加盟店的时阵，爸哥先摕100万退休金，互大姐周转。哪有像你啊？恁小哥是嘛咧计较？爸肯钱借大姐哦。嗯。大姐，你有困难应该找蔡正南负责才对，安尼当好爸替你担啊。二姐，后头厝本来就是要给家厝家查某囝我靠的。进前二姐富华天酒店，你不是嘛走倒去后头厝甲爸斗？啊，大姐佫为着你走去到二姐富源家，你即马连替伊投保者拢做袂到啊？我都袂遐麻烦啊。哎，好啦，李芳若袂吼，安就睇啊。卖为着这种代志哦，讲到安尼无欢喜。二姐，恁若无想替大姐投保，恁能不去你办公室啊？我阁有代志要甲三姐讨论。三姐，那你们刚出众啊，讲宣传活动的代志，我那个变我的意思啦。这我阁详细算看卖啊，无你先甲伊讨论看，迄活动要安怎办啊？带。你讲要办什么宣传活动？生技产品的促销活动啊！你哪拢无甲我报告啊？你这个月不管你公司啊，公司的代志我当然找三姐讲啊。雷文只不过是来斗三工的尔，公司的代志不管我有来无来，拢来甲我报告啊。好，头家，俺下个月促销活动，你打算变偌济医生啊？哼，一没出来吼。那是印未出来，你得要叫我家己报告。雷文，这个月小存包给过好吧？摇摆啥？文杰，这是公司，反正嘛是负责人之一。你讲话嘛要有办公室的规矩啊，搁二姐你一句来一句去，无怪伊会无欢喜。伊甲大姐讲我上话，我当然看袂着啊。文杰，好啊啦！恁二姐心情歹，你就歹去抓伊啊！你不是心情歹，伊是愈来愈自私，愈来愈个人怨。你别硬安尼讲啊！早若知影为着劳保的代志哦，会变个安尼，我根本就不爱来。大姐，你别安尼讲啊！姊妹互相斗相共，本来就是应该啊！
对啦，我有听讲，国民年金开始要办啊。你若是无劳保，你去参加国民年金，和政府做你的保险公司啊。啊，食老也是同款，逐个月拢会领钱哦。详细规定，无你搁卡去劳保局问看卖啦。好啦，我再问看卖啦。啊，我时间差不多，我先来走。啊，恁再替我甲地方讲一声哈。我知啦，我甲阮头家讲。笨贱。好，我甲二姐讲啦。你看我先别跟玩家啦。好啦，我先来走哈。嗯，再见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喂，二姐。哦，好。二姐叫安妮去。钱你拨出去啊？嗯，拨出去啊。机票还没到期，你哪家己拨出去给人？哦，阿张总有打电话来，讲伊对我较歹东西，看是毋是用先给伊。我有打电话问建宏啊，建宏讲哦，张总会甲咱公司真好配合，小费方便一下不要紧啊。建宏是管业务，毋是管销的，伊哪知用的袂用的？阿姐，阿姐差三工尔，佮有甚物影响？我哪会差这三天的利息才没给我？才小可钱尔，咱即马给张总会方便，以后张总会就还咱机会，无得开银赚搁较侪钱呢。做生意本来就要互相斗三工，唔只有法度做伙赚钱啊。过来十个公司我拢划过啊，敢需要你教我怎做生意？钱要挂出去啊，无甲我讲一声。今日斗三工，刷电话无看在干哪样？二姐。三家公司斗卡手，无领薪水，搁互你骂。伊来斗卡手，我真欢喜。啊，不过毋是过来做头家。钱要搬出去，莫甲我讲一声，先尊重我一个啊。即阵二姐夫处理有代志，三姐就是无互你安尼操烦，伊才无去教教你啊。你是替你想，毋是无尊重你。公司的好歹是我承担的，我教你哪样做，敢袂用的？啊！是啊，等公司不干做袂落去，大家走，我无饭通好食。恁才会知影恁有尊重我无？做生意不是看笑面尔，人情世事啊，搁有好的客户，拢是公司的财产。客户爱顾好条，公司唔才有法度赚钱。你一分五厘拢甲人算到遐尼清楚，连咱姊妹啊讲话，你都爱遐尼啊歹下手。二姐，建宏伫个公司嘛是有股份的，我袂不敢让公司做袂落去啊，这点你很放心。连三姐心地遐尼好个人，都真袂了。你真正够讲话。我就送你去。我别搁谈落去，我叫我身体支撑袂住，你紧送我去啊！妈，你若不答应，我就跟你回家陪你。妈，你是卖几多？好啦，我来问医生，你只要等我一下。
即满人哦，感觉安怎？有较爽快无？是毋是要知影？爱花即马情形是安怎？来生做一半期，点点做。